马家谁才是行家？我官在今天邀请这位收藏达人，他非常特别，他爱宝物已经到痴狂的地步，多痴狂呢？整天在买，买了之后就要汇款。汇款了之后呢，汇到太多次，多到银行说你是不是碰到诈骗集团？这么来看看他到底买了什么，花这么多钱，花到让人家以为他碰到诈骗集团。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超强大鉴定团，邀请到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凤甲大学助理教授林荣兴老师。嗨，大家好。亚瑟宝石鉴定所资深鉴定师赖俊明。大家好。朱老师技术总监廖文亮，廖总监。大家好。好，欢迎来自于高雄的黄伟修。好。伟修很像男生的名字哈。是的确。然后你做你在买珠宝那个 keep 也很像男生哦。一直以来都这样，做任何事。哎，为什么会让人家以为你碰到了诈骗集团呢？你到底频繁汇款到什么程度？一天都会二三十万，有时候会有五十万这样子。一天会二三十万，有时候会五十万，每天都去汇啊？每天汇。李老师，你看是不是真的拄到诈骗集团？所以赶快给他名片。每天汇二三十万、五十万，每天汇哎。对啊。哎，人爱买珠宝是久久买一摆，你是动作哎买呀嘛，唔免逐天买。买导游嘛，唔免逐天买。买便当啊，逐天买。拢因嗨啊，讲买珠宝会趁钱啊。廖文亮老师，人家说你的啦，对不对？一共哎，都是廖老师，人家说你的啦。啊，秀文姐，你敢结婚？没有。哦，我想讲这差不多要离婚啦。没啊，伊若结婚，伊若结婚差不多要离婚。我如果有结婚的话，我老公会买更多给我。我这问题说结婚后很快被休掉了，每天都去汇款五十万、五十万加息啦，所以没钱啦。好，真的很疯狂哈，所以痴狂到这种程度，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每天汇款买了些什么。买了些什么东西？好，来，大概十个左右吧，就全部都要买起来。黄金珠18K 金针钻，这个真的不错了。这个真的很好。真搞妹了哈！这是那个黄金珠，那是我去年去珠宝展的时候看的，因为那时候珠宝展没有什么人啊，那每个摊位的人都面无表情，就这一摊的日本人好几个一直跟我鞠躬，一直跟我一直讲那个，就喝累了，一直给他泡酒喝，然后我就想说啊，好看一下，哎不贵，都一个都一两万而已，我就大概十个左右吧，就全部都要买起来。全部给他包起来，因为才十个左右而已，可以都。事实上，我买东西不是我喜欢，我是买来卖捐款，捐出去做公益的。你若真正要帮助，要做公益，你得直接捐钱就好啊。因为捐钱无意思啊，啊，我阵用珠宝来赚钱，赚更多钱，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对，有赚到钱。你听哪一个老师说的啦？讲清楚，说明白。秦老板。哦，你看廖文良，李荣兴，还有个什么教授，什么曾教授，曾教授，老婆叠加，我都中枪，全部在现场都中枪。因为我看到，不是我来问一下，那问题是你有赚到钱吗？那个伟修，我问你，我捐了很多钱。既然你的珠宝赚钱吗？既然你听了这些老师讲说买珠宝会赚钱，你为什么没有跟这些老师买？因为他们卖得很贵。那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那你跟别人买就会赚钱？没有，我当初的想法是说没有，他没有因为珠宝赚到钱，还没，因为还没，因为他不是来跟我买嘛，因为我才做一年，哦，我才做一年，是那那时候我是，比如说我用批发，你刚不是说只用台料料？你才做一年就散尽家财啊？啊，没，那是我的公益基金两年呐。哦，你就好阿官那个只是冰山一角，他现在花掉的钱只是冰山一角，我只是要把我退休的公益金九角还没有花，我是要把我的公益基金，后退休的公益基金在那一年把它全部充完，这样而已啦。哦，懂吗？所以他买了阿萨利了。你会不会到最后呢？
到最后这些都变成遗产，然后还找不到继承人。所以我现在在找出路。那你今天是来讨公益的吗？因为我每张都有打鉴定书、啊、很多李老师的，如果再假的我也没办法。都真的了，都真的了，我们不会打假的啦。我很害怕。我鉴定书就花了很多钱了。这个去珠宝展说这边也拍，不错，全部都包起来。他也买的不错了。啊，这个多少钱买？这是才我，因为他十个总共才卖我13万多而已。啊，这个做纪念。你说这是什么珠？黄金珠，18K 金针钻，这个是真的不错了，是你还是有真的找到高手啊。好了，基本上他这个珠是不错了，对。好，来，请见价，48000元。捐出去好吗？对，因为它这个珍珠啊，它是天然的金色的珍珠，天然的。对对对，然后最主要它就不是人工去处理过。对对，然后最主要它这个钻石啊，它镶的真的很亮，你看这样一我这样转动很闪，所以它是找了很好的工厂哈，镶的工艺很好的。所以你每次买珍珠哎，哎，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只剩一个，那送给你还是要捐出去？那个刚刚有叫干妈的出来，克制一下。刚刚那个工作人员有叫他干妈了，有哈，有。那应璇好了，应璇好像很缺干妈。那跟我买的人都很有福气呢，他们才我才赚2000而已呢。是不错，这个真是很好。谁搞背了哈？你不会明天就马上又去包十个回来吧？珠宝展他是日本人，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个款式呢，珠很漂亮，珠很漂亮，但是呢款式太 low。阿官，你看看这个款式，它也是低调，然后又很奢华，啊，对不对？就打一个蝴蝶结，一起插蝶，什么所在啊？多了一个蝴蝶结，蝴蝶结，就做这样就好了。那那个蝴蝶结用什么？用什么香？这边用小红宝啊，然后白钻啊。可是它上面已经有白钻，另外有偷贼，这样浪费呢。我们买房子。要不要装潢？要啊，要装潢，对不对？啊，为什么买珍珠就不用装潢？装潢好了。那你说中间的是红宝，旁边呢？旁边那个蝴蝶结的？旁边这边都是小钻石，都白钻。白钻，所以它这个可以拆下来再重镶。可以使用啊，对，安那卡贝特。这样整个款式做起来的话，还可以送拍的，因为这两颗那个黄金珠很漂亮，没有什么瑕疵，很难得。就稍微设计一下之后，给台湾砖木港。那我可能还要卖房子来把所有的宝石再重镶。重镶过。阿丽姆汤，不要冲动。好，那这件呢？这件是我第一次买宝石的那个老板，他其实我刚开始是买那个玉啊，那个老板他第一次卖宝石，他第一次卖。我第一次听到口塞石，然后而且我有上网络去看，某生好像卖好几十万，可是他才开那时候我是买裸石，他才开3万而已，哎，我自己去镶嵌的。哦，自己镶嵌的。对对对。所以他是第一次卖口塞石，你也是第一次买口塞石。第一次听到，对。啊，我有上网查，那个电视台都卖好几十万。有名牌哈，口塞石，我看过了方形的，对，卖几百万。我只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把珠宝的价格抬到合理的价格，然后我们可以完成我的心愿，多多做公益，赚的钱都捐出去。你的心愿，你是你都在帮助我。以前我从出生，因为我们家很穷，可是我一路工作都遇到很多贵人，让我赚了算蛮顺利的，也环游了世界。环游世界，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50岁就提早退休，我想要做公益。然后因为我看了5年的李老师的节目，我觉得说我应该把我这个公益金来发挥到更大的功能。所以你自己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是你自己把？我自己存了一个基金，是将来我退休要用来做公益用的。你有一个公益基金，对，那你用那公益基金来投资珠宝，希望能够透过投资珠宝让公益基金越滚越大，那可以长长久久。那你去帮助了哪些单位？还是？像去年我们就帮助了若那个偏乡学校小朋友圆梦去看城棒比赛，就帮包车买便当，很好哎，买票，然后帮助台东丰田国中去
出国打棒球得到冠军，舞蹈比赛也得冠军。去年我第一年做，很多，因为不大会卖，所以只赚37万多而已。那你这个基金只有你自己，还是有其他朋友一起共享选举？都没有，都是我去，我用我自己赚的钱去捐，或者是说我帮你买这个10000，那你随时捐200、100都没有关系。哦，我是用这种方式。你有一些朋友，还是有一些朋友的爱心，是大家一起。对，他们叫我帮他买，他们就随时捐钱，我们这样凑钱捐出去这样子。蛮感人的，我们不募款的，我们不募款的，蛮感人的哈，谢谢。所以就孔赛石哈，好，所以善有善报哈，好心有好报，我相信你买的东西一定都能够买到物超所值的，谢谢。好，我们来见价，等会来谈谈孔赛石，好不好？好，好，请见价，74000元。棒啊！这个孔赛石它有22克拉，那现在的行情一克拉差不多2000元，这个品质啊。其实还有更深的颜色了，远远看起来那种粉钻的感觉啊。但是这个要粉钻还得了，对不对？哈，我家都是深。但是呢，这个好像是比较深，比较淡色一点的。有的人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夏天的时候戴是很优雅的。那这个有22克拉，对，所以一克拉都2000元，所以这一颗差不多44000元。现在行情啊，好，那这个台做起来要3万块，所以它74000元是这么来的。廖老师，因为你这些款式呢，其实都只是一般我们批发商他铸模台所使用的一个台子，都是很简单的。但是我看到听到你刚刚讲的故事，就是你的基金会都是在做服务，因为我跟李老师都是佛伦社友，所以我们也都是在做服务，都帮偏乡做服务，甚至于到你说台东的那个。那这样好了，我知道了，贺成交了。就卖给廖老师，重新设计就成交了。用你的名字捐出去，或是大寻宝家。来，我这样跟你说，如果说今天这个款式呢，因为你的人你在做公益，然后人又很优雅，讲话又好听，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款式呢，用你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今天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你就好像是在跳。这个芭蕾舞或者国标舞，所以今天设计的款式我就用。设计怎样？赶快来看一下。我就用这样的造型来设计。如果今天你的主石都是放在旁边，就好像是一个国标舞的女生把这个主石捧起来啊，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啊。那我画这两张，你看一看。那这个的主石，它的孔主石随便可以放一个位置。你都可以把它扛起来，那你知道说像这样一个造型从哪边来的呢？我的朋友他参加那个国标舞的比赛，啊，那我把这个，那你确实有帮他美化了。对，我把这个画面 catch 下来，那我把它应用在珠宝上面，直接缩小两号，换了一个新的款式，你会卖得更好。好，哎，可以考虑啊，我捐裸石他处理，他捐裸石你处理。大家一起做公益，对，我的名片就是这样子。制作单位说成交了，贺成交，贺成交。好，来这个物件呢？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宝石的名字。我最后一个男人是25岁交的，三十年前。这30年中你都没有？他说要买一个。那个绿祖母给我，他说绿祖母，所以我第一个印象说，哦，祖母脸都绿了，所以我知道，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宝石有一种绿祖母，可是一直没有买，所以我就只搞了半天是祖母绿，对，然后自己买。25岁的那个男人，经过了30年后，麻烦你兑现你的承诺好吗？如果你今天有看到已经离开了。离开了，所以自己买。这个是我们邻居一个明星他家开的珠宝店呐，然后明星开的珠宝店，对，然后他每天我走过去，他都姐姐长姐姐短的，然后一直叫我给他买，他说他在学。你是好卡。对啊，哎。然后因为我在环游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走精品店，然后那个价位都超高的，所以我的心里珠宝是很高贵的。所以他那时候他是定价127万，然后他说他要去学珠宝鉴定，拜托我给他捧个场。127万。他每天都跑到我家去，后来他卖我，我给你更好，他卖我27万，所以我就想说我赚翻了。等一下，你说他
定价127万，对，26万多，成交27万，26万8。杀价是用零头杀，比如说273000，那港台25万，我没听过，我没听过讲273000，只要成交是73000，掏金台，然后台后边那有台掏金，砍头，127万是砍头砍前面，对啊，我标签还在，所以我去年过年标签还在是吧？我去年过年超爽的，我以为我赚到200万，因为我买两个，一个戒指，一个坠子啊。不过好，这个我可以解释啊，我是说，我告诉你说，台湾目前的状况的背景是这样子，因为大家好，台湾这几年哈就开放了旅游，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那他们实在不懂台湾这个买东西什么什么的，还有他在原来的国家，我讲的国家你知道什么国家的哈？他的还价的方式很奇怪，对，就是打一折那种，打折打到骨折。那我在店里面摆一个这个白玉观音，好，我说好就是实在价，好就50万，好白玉观音这么大一尊白玉观音哈，赚不了多少钱，就50万，以前早期买的。是，他说好，假如3万块你可以成交吗？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怎样？那这样的人进来还价。你下一次当然你就会变成150万，他连摔破的价钱都加进去。然后在以后他说你还你开150万，他说这个你可以算7万吗？那你就会说那前面再加个2好了，250万，这样其实是堆垒出来的。这个我大概来解释一下了，你。维修，你这个买的，它到底是银楼店还是珠宝店？珠宝店。好，我跟你讲。一般来讲，如果是这个是银楼店，他对于珠宝并不是很熟，他没有像我们是手工设计，然后呢手工制作，那这样的话一分钱一分货就会算出来你的成本，然后你要卖多少，大概卖多少也不会卖太高了啦。但是呢，如果是一般店家，我们是跟人家买现成的，他会有一个标签，对，会有一个标签，比如说帮你定好了。我们都帮你定好，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做批发，我们就是帮你定好，然后呢，我就是卖给你，你就挑货。我想知道这个，我想知道是，通常珠宝的成本如果是20万，怎么定价？在零售市场，先生的二姐送的，先生的二姐送的，紫色绿点，我觉得也不错。那我们摆万的目标，我撞断了。不会来。一般店家，我们是跟人家买现成的，他会有一个标签，对，会有一个标签，比如说帮你定好了，我们都帮你定好，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做批发，我们就是帮你定好，然后呢，我就是卖给你，你就挑货。我想知道这个，我想知道是，通常珠宝的成本如果是20万，怎么定价？在零售市场，你在零售市场的话，就等于说，你高于20万，你都可以成交嘛。但是你们定价会怎么定？行规定价会定多少？一般的珠宝店，它可能乘以1.8。哦，1.8，但是给你杀价。那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是127万卖你？变成27。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这样告诉你，我们如果批发商的话，它会有一个 label 就是定价多少钱，然后上面写我什么配件是多少多重量，那个重量都会配件写上去嘛。然后帮你挑的时候，我就是。定价好，比如说我定价100万，但是呢，我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是打4折，但是呢，批发商会自己会竞价，他会竞价，他想说，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比如说我也成本是40万呐、啊，但是呢，我要让你有比较高的利润，我就标150万，就定价很高了嘛，对不对？那定价很高了之后，你要怎么卖是你的事了、啊。批发商已经帮店家定好了那个价格，但是呢，货比三家不吃亏。买珠宝这个价钱，那个 range 大到这么大哦。回来这个祖母绿是哥伦比亚，对，它的确是一个哥伦比亚祖母绿，然后它有3.1克拉，它后面有打重量3.1克拉，所以说珠宝哈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假设说哦，假设好，你买祖母绿，那你就要多做功课啦。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很精的人那就多比价就 OK 了。那再来就是要有那个估价的概念，
那估价概念不是说你要变业者，至少你有一个概念说啊，这个 K 金有多重，那钻石有几颗，我常常在讲的。哦，那这样你总是有一个大约，我觉得抛面啊，差不多行情哇，这你会知道嘛？不，这颜色很漂亮。哎，这颜色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模糊。不是，它脏了。你看，它有戴的，一定有戴的。你看，都是化妆品，我没戴过，不可能。真的没戴过，真的没有戴过。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钻石哈，显然哈，这个绝对没有一个店家，我敢讲了，没有一个店家会把这个带了雾雾的那么多化妆品在里面的东西来交给你，没这个代志。阿拉冠嘛，不可能。所以你现在讲的是钻石雾很多化妆品，还是连祖母绿？祖母绿后面也是雾的，干净的祖母绿是怎样？我拿给你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祖母绿，它这一个哈，应该是店家的回收品，因为我刚刚看过了，它上面真的沾了很多的那个。你看这样子哈，所以它真的很不。它这个祖母绿应该是亮亮的，对不对？这是新的。所以我刚刚一看，我就说颜色是蛮漂亮，可是对对，我们不要讲那品质，它是亮亮的。好，我们这是哥伦比亚，拍下来。好。白白哥伦比亚祖母绿，哇！我觉得跟它就亲哎，它其实是很干净，其实是很亮的，只是它后面脏了，可以处理吗？当然可以，洗一洗就好了，对不对？来见价，请见价，236000元，127万成交，27万，这样你讲应该白啊。23万还了解？因为像这样的祖母绿啊，哈，这样的祖母绿目前的行情，我可以告诉各位哈，就是3.1克拉，行情一克拉它要6万块。对，然后这个台加上去也好，都236000元，这个台蛮漂亮的。还有链子呢？链子是一点点而已啦，链子它这个不是白金哦，好，你看18K金啊。然后我跟你讲哈，这链子，这都有行情的哈，这个链子哈。链子上面有闪金呢？它是没有，这是亮亮一颗一颗的珠子，它是585，这是14K的。啊？好，那14K 呢？现在行情多少？那一公一钱啊，好，差不多到4500块左右。所以你叫请的摘啊嘛，对不？好，那钻石几颗？算一算就知道了。好，这个款式是基本款了。那它用这个链子呢，叫做一节一节的嘛，哈。对。结状的，那结状的呢，戴在这个坠子上面呢，我会建议我们下面加一点流苏。哦。因为这个加一点流苏的话，有一些小钻在那个地方，也是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嗯，上面相对的，你不要只有用那个一条 K 金链，因为那个很容易断，很容易断，因为它崩 place 的啦，所以它是夹起夹起，一扎一扎，所以你一拉扯的时候它就断了，就开了啦，没有断，是开了，那你的祖母绿就不保了，哎，晚节不保，所以我会建议你用3条这种细链来做一段式的，这样整个穿起来会比较好看，好。考虑看看，对，加那个质感，所以它是哥伦比亚就好，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小他没有被骗，没有被骗，没关系，没有被骗呐，没有，那那没关系，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他背板口啊，他有成功，他有成功就好了，有，这也是助人啊哈，也是助人啊，毕业了，好，谢谢伟兄，谢谢，谢谢。大叔老家谁才是行家？我刚才今天邀请了这位收藏达人，他要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美丽女人，她说啊，一个美丽女人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大方的男人，所以她很多珠宝都是老公送的。等我们来看看老公的眼光如何。好，我们现在介绍在今天超强大鉴定团邀请到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逢甲大学助理教授林鸿馨老师。嗨，大家好。亚瑟宝石鉴定所资深鉴定师赖俊明。大家好。珠宝设计艺术总监廖文良，廖总监，大家好，欢迎来自于淡水的赖陆川，陆川，那个川是王宝川的川，是，对，那你也是苦守寒窑吗？有一点呢，不然为什么老公老是外派之后就带一些礼物回来啊？对耶，他也真的是，哎，我对耶，你不讲我还没有觉得耶，搞了半天是因为你苦守寒窑才有这些礼物啊，是因为名字取错了吗？所以阿伯记得，我记得名字是爱注意啊哈。所以据说呢，老公很大方，外派之后经常会买很多礼物给你。他觉得愧对我吗？我自己在家带小孩很辛苦的。所以我刚才说，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美丽的女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大方的男人。没有大方的男人怎么美丽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珠宝都好漂亮啊。是。这一件是，这是一套啊，这是其实也不算一套，是因为它那个我宝石不一样，哎，对对对，然后我就喜欢做一套，所以就把它都凑在一块儿。这个是自己买的还是老公？这是老公买罗石回来，我去镶的。老公从哪里买回来？他这个是在沙烏地，
沙特老公外派到沙特做什么？就公务员。沙特阿拉伯好雅噶哈，据说他们那里的人的生活奢华难以想象。他去的是。他有没有跟你形容？不是不是，他去的不是时候。他说早年去到那边外派的都是那个，都是送什么黄金啊什么。什么送黄金？谁送黄金？就是那个政府单位，对方的沙烏地的政府单位就送黄金。沙烏地的政府单位送他们黄金，然后金牌啊什么的。那个时候黄金不值钱了，普通而已啊。没有啊，到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送银牌。送银牌也不错啊，黄金涨价了。但是当地人真的生活很奢华，据说他们就落差很大嘛。当地的沙烏地里人就是很奢华，他们那女生戴的那个黄金是这样子，这样一串手镯一串的，他们手没事的时候就这样拿，因为他们穿出去都要穿黑袍嘛。对，那手一伸出来，这样要落下来，这样一串这样子，对，很炫的。然后警察都开超跑。没有，他们那边警察好凶。警察好凶啊！老公在那边没有学坏吧？那边没得学坏啊，没有学那个奢华生活。那边不能喝酒哦，不能喝酒。对，好，这是老公从沙特阿拉伯带回来的卤食，回来他自己在香过。是什么食啊？这个是一种猫眼食的现象，它叫细细现食。细现食叫 Slim Night， 那可以拍一下吗？可以看得到那个猫眼？有猫眼？有啊，有啊，有啊，有。哎呦呦呦！我刚看到你刚。有哇，好漂亮啊！这种很明显，这种宝石的特性就是它的猫眼现象特别的犀利，很漂亮，犀利，很漂亮。对对对，啊，那啊，另外这种呢，是我们叫 diopside， 叫透黑石的星石，它是四色星石，对，它是四色星，哦，四芒星，我们叫人叫四芒星，对对对，也很明显的，对，很明显的。那啊，这个也是很小的，很小也有吗？对，很小的，这个也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啊，有四条线啊，啊，有的。好漂亮啊！这样子，嘿，哦，它有四条线。所以，虽然是不同的宝石，但是都有心。啊，对，这个宝石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哈，它量实在太多了，好，它数量很多。所以在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石头很多吗？这个不是沙特阿拉伯产的，这一般都产在印度啦，哈，产在这个，有的是这种像巴西这种国家出产的，它的量很多。我从年轻的时候带学生到这个珠宝展去买，他们做银饰嘛，啊，都买这个来做银饰练习，因为它宝石不是很贵。通常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特殊性，啊，在宝石学的领域里面，就是学习珠宝领域的学生都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好，这是很指标的矿，你花多少钱香？这个总知道吧？你自己花的钱，差不多要将近一万块吧？差不多一万，全部是吧？全部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已经见价，对，好，请见价，40,000元。哦，不错哎。这个差不多哈，大约这个是15,000元，15,000元，然后这是10,000元，因为现在 K 金涨了差不多4-5倍啊，所以这个东西哈不是很贵了。那它是很漂亮，很漂亮。那这种像这种细线石啊，哈，就是你镶的时候很小心，因为它很明显的节理，似乎有时候不小心一压，砰就裂开了。哦。所以它要很小心。但很多师傅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但它也没关系啊，反正万一弄破了再去买一颗就好了。它也不过，也不很贵啦，老实说了，好，并不很贵的。阿关他们那个中东哈，他们玩的不是这种宝石啦。那玩的是什么宝石？他们最厉害的是这种。猎鹰，前几天的新闻就是有一个中东的王子出国的时候，飞机上面有80个座位，全部都是猎鹰。而且我跟你讲，他还买了票呢，你知道每一个猎鹰的座位都买了票。对，没错。所以宝石不算什么啦，猎鹰才是孔雀逛街。对呀，很夸张，太夸张了。他们的宠物是小狗小猫，哎，人家宠物是孔雀。所以老公会不会在那边学的坏习惯，回来宠你？真会讲话。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件呢。这个是哦，我先生的二姐送的。先生的二姐送的。是。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还是什么姻缘送你？没有，
二姐她本来就很大方，那她有时候聊天啊什么什么，她就讲说那你这个东西戴戴看，这样子就拿出来戴戴看，然后我就会说我当然会讲很漂亮啊，是啊，是啊，而且真的也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对，然后很漂亮，那你就拿去戴，哇，二姐很大方，啊，老公很大方，老公的姐姐也很大方。有点紫哈，淡淡的紫，淡淡的紫，有一点淡淡的绿，对，是真的蛮漂亮的哈。什么 A 货 ？A 货，不错，哇，漂亮哎哈，没有什么瑕疵，有一点点小石纹啊，一点点小石纹啊，有看到一点点啊，一点点，哎，难免的了哈，一点点，哎，是会有的，嗯，好，好，淡淡的紫色是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们来见价 ，OK， 请见价。3万元，这样的手镯哈，假设它的这个石纹哈，这有几撇石纹啊？假如没有的话哈，大约值8万块了。哇，这是因为它。但那石纹平常也看不太出来。对对，它这个掩饰的很好。嗯，我觉得它做的不错。它不是那么明显。对，不明显。那基本上呢，还是不错的手镯，因为现在很流行圆镯，然后它的颜色也鲜艳，不带黑哦，然后紫色绿点，我觉得也不错，真的哈，戴起来是。我是觉得说，您可以拿出来戴是没关系的。嗯嗯。我假如说您觉得，怕摔断，当然就是要小心一点。嘿。他也戴了一个绿色。是喜欢啊。不过这个比较适合您。那个那个。这个比较年轻啊，对不对？哎。那，你讲3万，我不敢戴，万一撞断了，我不是。不会啦，嘿。没关系，撞断了之后，二姑再送你一个。好，我们来看这个物件呢。这个物件是。这个哦，这是我自己买的，是，这是漂亮的，对，这是原本我在珠宝展是买了一个黑珍珠戒指，然后因为戒围太小了，所以就拿回他店里，在锦州街的一个店，没有，他就帮我弄大戒围，然后那个他就很会推销，就一直跟我讲说，哇，这个戴起来多漂亮，顺便再买一下，对对对，所以在那边讲一讲聊一聊，这一套又买回来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他说是 Topaz， 对 ，Topaz 是。很蓝哈，很蓝很蓝，很蓝，这个蓝的蛮漂亮的。只要很淡的托帕石，看起来像海水蓝宝，是很典型的托帕石的颜色。很蓝，火光也很好。嗯，哦，真的不错，对，蛮不错的啊，很会买啊，花多少钱买？我记得也是差不多10000左右吧，就一整套吗？我只记得对这个他说5000，对，然后我记得差不多10000块钱，漂亮啊。你说他很会推销，我倒觉得珠宝自己会说话。是。对，好多东西自己会卖自己，他自己会卖自己，因为一眼看就是很漂亮。对，所以是不错的哈。那有时候就是选择，你也很有相当的眼光了。就是这一个虽然都不是很贵的东西，但你选颜色漂亮的、火光好的，你会有这种概念嘛？哈，因为我又喜欢蓝色，喜欢蓝色。发现你喜欢，我看到你耳环戴的也是一个蓝色的。哦，是是是，特别喜欢蓝色，很漂亮，很漂亮。好，那我们来见价，到底是不是买对了呢？好，请见价。25000元，哇，赚到，这不错，对，就像以前了哈，这种 K 金都不是太贵，那这几年 K 金涨很多啊，你这钻石镶的很好，那我觉得它整个你要反光，整个是100%，很漂亮的，所以可以的，所以你选的好，太好了，太开心了，这个不错。陆川先生常常外派吗？就是。经常几年就到这个国家，过几年到那个国家。没有，他就是外派过2次，一次沙烏地，一次美国这样子。对。那他外派的时候，你没有跟去啊？美国我有跟去，因为我也在上班嘛。然后去沙烏地的时候，因为小朋友还小，在念小学，所以我就没有去。但是去美国的时候，就跟了嘛。那你自己喜不喜欢旅行？喜欢。那你会到各地去旅行，然后就买一些东西，比如说珠宝啊、纪念品。那只是一些小饰品，像类似像这样子的小饰品，对，对，一般对我记得我比较喜欢的，当然没有在这边，在希腊买的啊，希腊一个那种土耳其石，土耳其石，绿松石，所以你会买一些比较特别的，当地比较特别的，对我都把它当装饰品，我因为我不懂珠宝。然后年轻的时候你也不懂这一些，也不懂什么叫保值啊什么的，没有，就是纯粹就是喜欢，喜欢，然后装饰品就这样子。对，可是现在已经慢慢懂了。对，是是。其实买对宝石也是会增值的。好，那这个物件呢？这个是我1985年左右吧，去那个走一趟丝路。哇，对，到新疆去。
对，但是我买的时候，我们有问那个，就是说，哎，他这可不可能是假的？那我忘了是领队还是导游讲说，他没有必要作假，因为他这就是当地的东西，他没有必要作假。这是什么？这是当地什么？和田玉。我看老师在笑了，已经有点不会啊，白色的，然后很便宜啊，它就是我记得印象中好像就是100多块、200块的，是吗？人民币，对，100多块、200块人民币，对，所以我就想它是当地产的特产。你什么时候去的？没有必要作假。85年，85年那时候倒是有可能的啊，对。不然有时候哈，你说现在去哈，到产地去，然后说哦，他们都很便宜的当地采的，你真的低估了当地人家的生活指数了，对不对？所以我也很怀疑他到底是和田，而且很白耶。对对对。你说当时买多少钱？你刚刚说就100、200，差不多不到200块的人民币。OK 啦，200块人民币就当时的话，大约差不多是用，后来是5啦，你说那个时候差不多3而已啦，所以差不多600块台币而已。这是在当地欧米亚给店买的吗？他就好像是。但是你的民国85年哈，当时他们的薪水一个月也不过100块人民币而已。你觉得他像不像和田玉？我就觉得他像嘛，因为他们不是说玉摸起来就是冰冰凉凉的，你帮他冰上来冰冰凉凉的，所以冰冰的应该就是是吧？好，我来摸摸看，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对，老师这样一讲就不妙了，它实在太便宜了。对啊，所以。有冰冰的，有冰冰的，因为冷气很强。冰冰的哈，但样子还蛮好看的，然后又是在地，对，好，又是在地产出的，哈。这种都会有这种迷失啦，难难免免啦，谁都一样啦，对。到底是不是和田玉呢？我们来鉴价。好，请鉴价。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是珠宝商。然后他当天就讲说，他说1000块美金，然后我回去家想一想，结果就1200。原来这是王二的店，这叫素颜，装宝。1200就算了吧，为了200块，这个斤斤计较。哎呦。好，但样子还蛮好看的，然后又是在地，对，好，又是在地产出的，好，这种都会有这种迷失啦，难难免免啦，谁都一样啦，对，好，到底是不是和田玉呢？我们来鉴价，好，请鉴价，1500元，那就不是了，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它是大理石。的制品，大理石，就是汉白玉，对对对，只要是哈任何地方哈有观光客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叫便宜饰品，会大量的会被贸易者带去，好整以暇的等我们去买了。所以跟是不是当地产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拍一个全球通路，对，拍一个照片让各位看一下哈，这个误会大，它是有一种条纹状的啊，那属于那种大理石的条纹啊，就是汉白玉嘛，汉白玉听起来。汉白玉，汉小脚小声的，汉白玉，汉白玉，哦，虽然它是大理石的，这样。所以我问一下李老师，是，我们经常会被产地迷思所惑，对对对，啊，比如说我们到缅甸，我们觉得我买的翡翠一定就是真的，是到缅甸买的红宝一定就是正统的，对对对，其实这样子说，不见得，我是这样觉得哈。说哦，还是回到老话，然后新疆买的和田玉就应该是真的，你假如真的有那样的预算，或者有那样的那种憧憬，你要先学习啊。你只要你学习啊，你真的就一定比较不容易出错了。但是绝对的哈，是不可能说哈，你到了泰国去，一个泰国红宝石值10万块来卖你3000块，不会白值。永远不会，因为它是在地产出就特别便宜。但是有没有会买的特别便宜的？有，但是懂的人他到可能到产地去，所谓的批发市场，再厉害的老师一到了产地去。他可能买7颗很便宜的，还是会买3颗买错，因为人呢，再厉害的老师也会在产地共估，7颗共估3颗啊，都会了，这建立信心。产地会不会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想法，我到产地去会买到真的，会买到比较便宜的，所以很多观光客反而去产地之后被那些商家哈利用这种心态，反而 A 你的钱，的确会这样子，反而卖贵，对，有机会，真的有机会。我再举例讲。
像我们曾经呢，有一次啊，我们跟赖老师，我们到这个詹特布里去，我们去买那个粉晶啊，粉晶，好，那粉很大个的粉晶。哦啊，昨天啊，那个大陆人哈，他哦，这个中国人，他买那个粉晶呢，他一克拉哈，他买多少钱？他买350块。第二天，哦，那个大陆人买了走了，他买很多，买很多。对，那第二天卖的人又来，他想说哦，这哎走了，哇，剩下我们这些台湾人。我们说这种东西在台湾都不值钱了，没人要了。好，我说你最少斤斤掏来，真的多少钱？所以是同一个商人吗？同一个商人，同一个商人。对，他昨天卖350块，他今天开价200，然后你还杀价。我们最后50块成交。所以大陆人买一样品质的东西，他买350块，我们买50块，你们买50块。对。所以你说他的只是说好，所以关键的是喝品跟拍品啊。可惜，人家回去搞不好卖3500。民情不同，对不对？地域性不同。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管理学上叫不对称的这个资的这个资讯差异，对嘛？对不对？所以说哈，去买这种东西，说您讲的到产地去买货，到产地，因为我都觉得他知道你是观光客嘛，他也知道你会认为他便宜。对了，这是这个互相通常这有一个误解，都会这样子，对，心里面的作战啊，的确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到我们到上海去好了，去玩，对不对？哦，进来。哎，这个什么什么貔貅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哦，10万、20万哈，然后就有一个进来了，假装啊，老总来了，这是演的啦哈，老总来了，演的，因为后来每一家都有一个老总，原来是有老总训练营的哈，老总来了，你说什么珠宝店有老总训练营？说老总今天刚好在那边，老总来就回来，哦，你是台湾人，我也去台湾过嘞，哦，怎样啊，我们全部都给他2折好了，好，最后是0.5折成交。还可以杀价啊，对不对？啊，但是他就是先创造那个价格很高，然后突然，然后再突然来一个老总，那你就会觉得哇，见猎心喜，不是很需要的，不要乱买了。好，有你刚刚讲的情况有碰过，有碰过，老总来了。好，这个物件呢？这个是哦，这我是在美国买的，然后这个本来跟老公出差，然后跟老公去美国那段时间买的。对，然后这个他本来是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是珠宝商，然后那一次是在一些太太们的聚会里面，她就拿了一些东西来展示这样子，然后她当天就讲说，如果当天哎就是这个要的话，因为我就做，她说1000块美金，然后我回去家想一想，我就想要了，然后我就托。这是当天吗？不是当天。所以隔了几天之后，我就限时特价，就是他那一天，如果你在现场说你要，就是1000块美金，然后限时特价，没错。然后隔几天，我就请我委托我先生说，哎，那你跟你们同事的妈妈讲，说我想要这一个，结果就1200美金。哇，真的保障也有。那我要加200啊，因为是人家对啊，同事你没有当天决定啊，人家已经跟你讲了，今天决定才1000啊。它这个是哪里的红宝？这是泰国红宝石。泰国红宝。对，不过它的颜色很鲜艳，很漂亮。对对，很鲜，而且净度很好。好，让你看一下，很干净。哦，不会说瑕疵很多啊，这样子哈，我就觉得很不错。这个颜色在红宝里头算是这个大约了哈，这鉴定出来应该是 VV Red， 就是艳红色啊，但是它没有到鸽血红。艳红色。艳红色，对对对，这是颜色是很好的。颜色蛮漂亮的。很好很好，对。你当时考虑2-3天而已。啊，2-3天就变1200，对，就亏了。那他说1200，你没跟他说才2天，可不可以1000？你没跟他讲吗？你修笔型哦，要是我就跟他讲，啊，这贵能刚你啊，赶快的物件，那天才卖1000。对啊。你要讲出背吧。啊，再慢慢来加，加到1200，然后就 OK 啊，对不？这招要学起来哈，才不会买1200。好，所以还买了有点。1200大概当时汇价现在大概是36000，差不多吧？对，差不多。好，对，我们来见价。好，请见价。8万元。哇，这叫素颜嘞。这个我记得了。这个很漂亮，这红宝石1200就算了吧，为了200块，这个斤斤计较。哎呦，对，买东西嘛，对不对哈？对不对？这个红宝石啊，是很典型的泰国红宝。让各位看一下，它什么？为什么是泰国红宝？是啊，做证据证明一下。啊，第一个哈，在加热处理，那这里面哈一些啊，所以这矿物还有断掉、烧的断掉了，硬水铝矿。好，那再来，它有很多的这种彩虹光，有没有？这种干涉色啊。那这是典型的泰国红宝石的内涵，那个很典型的。
有时候还有一些小小的那种煎蛋构造啊什么的，这是很典型的泰国红宝。好，但是很多人看这个颜色会误以为它是缅甸红宝，因为它典型的缅甸色，所以很漂亮，很漂亮。所以我说啊，这个红宝是很好。很好，来，谢老师，这个红宝其实泰国红宝里面很难得看到这么漂亮的，很难得。那因为这个款式已经很老款，很老款。那我觉得我还是把它画成一个跳芭蕾舞的女生。哎，这个红宝石在这里，然后呢，她就坐在地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非常的优雅，哎，很符合。我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跳芭蕾舞的女生。有啊，坐在地上啊，裙子摊开了、啊。这是脚。哦，那是脚，那上面黄黄的是。赖老师，你觉得怪怪的？他说垂死的天鹅啦，你看这种人，怪怪的。这个就很优雅，就坐在地上。那他脸红红的，那天有点中暑了。你看他还戴了，他还戴了皇冠，对不对？多好，哎，所以把一些老款呢做一些改变，就很漂亮了。好美，加高，真的很棒。如果做不同的设计，对对对，给他不同的生命。好的宝石真的是可以长久保存，很好的。好，谢谢陆川，谢谢。